欢迎来到加拿大本拿比市皇家橡树大道7777号的四层时尚现代高级公寓，这里是您安家置业的理想选择。进门先看到明亮宽敞的公寓大堂，回家的感觉从这里开始。请您来到120单元，开放式布局，通透大方，12英尺的层高令人印象深刻，厨房专业精致，这里配有不锈钢厨电设施，石英石台面，台下水盆和早餐吧。厨房和用餐区及客厅相连，电子壁炉让您在严冬也感觉温暖如春。打开推拉门，在私人阳台享受浓浓绿意，清新浪漫。卧室温馨舒适，卫生间干净整洁。本单元还包括书房和室内洗衣房。本高级公寓大厦为您提供便利的配套设施，健身房帮您打造完美身材，还有派对大厅可以举办各种聚会。本物业地理位置好，尽享都市生活的丰富多彩。皇家橡树购物中心能满足您的日常消费需求，开车不用十分钟就到 Metrotown 购物中心，那是大温地区最受欢迎的购物中心之一。周末约上三五好友，一起到中央公园野餐，享受大自然的美好。饭后一起跑步运动，或者打高尔夫球，这里还有室外泳池和网球场。斯旺格运动场就在附近，您也可以到弗雷泽河畔公园沿飞沙河散步。伯恩溪谷公园也是散步常走的理想场所。本物业距离爱德蒙兹天车站也不远，那是重要的公交枢纽，从那里可以去往著名高等学府 SFU。 等天车长青线建成后，可以到达高贵林和穆迪港，现在可以乘坐天车到达温哥华市中心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本物业的信息，或者您想亲自体验看房，请您联系菲尔或 Doris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欢迎您点赞订阅或与好友分享。